大家好，我是南雨山，来自西安。三年前我来到了加州大学弗雷斯诺分校，并且于今年五月毕业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。现在呢，我就读于 MBA 项目。Sig Creek 商学院是西海岸的一所顶尖商学院，并且是加州大学弗雷斯诺分校最大的一个学院。在这里，我不仅可以学习到专业课的知识，并且我还可以从老师课堂的案例中充分理解书本上的知识，并且了解最新的资讯。这里是国际学生办公室，是我每天工作的地方，并且是每一位国际学生学习生涯开始的地方。为了能够确保每一个学生顺利地完成学业，国际学生办公室向学生们提供一切可能的信息与帮助。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坐落于加州中部的城市弗雷斯诺，它是中加州排名第一的大学。该校共有22000名学生，并且设有65种不同的专业。学校地处旧金山和洛杉矶的正中央，并且比邻山峦与海滩，美丽的校园环境也是我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之一。在假期和周末的时候，我会和朋友们开车出去野餐、郊游，或者去洛杉矶、旧金山等地购物。为了让学生们充分体验大学生活，学校创立了260个学生社团。这些学生组织给学生们创造了相互交流和与专业人士交流的平台。我喜欢弗雷斯诺分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里优良的教学设备，比如说我身后的这座耗资9000万美金的图书馆。在图书馆里，学生们可以使用到最先进的电脑，并且有超过100万本书籍供大家阅读。除此之外，图书馆里还有星巴克咖啡，并且有定期的艺术展览，所以课余的时间我大多数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。在校园里，除了教学设施之外，学校还提供了娱乐设施。在课间或者假期的时候，你经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学生们打保龄球和桌球。在众多的课外活动当中，我最喜爱的要属于观看橄榄球比赛了。每年的学院联赛我都不会错过。每当在我们学校主场的时候，在这个场地都会集中有45000名之多的忠实粉丝观看比赛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橄榄球训练场地。在我的身后有许许多多的橄榄球运动员们，他们正在为他们第一场联赛比赛做准备。这位就是橄榄球队的主教练。你好 ，I'm Coach Pat Hill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学校的宿舍区，宿舍区位于学校西南角，主要包含有7栋宿舍楼。这里有24小时的保安服务，并且临近图书馆和食堂。这里是公寓式宿舍的样板间，不仅为大家提供了日常所需的所有家具，并且还有免费的电视和网络服务。学校为大家提供了单人间、双人间和三人间，这间是双人间的标准间，不仅包含有床、桌椅等家具，并且还有很大的衣柜和壁橱。在良好的住宿条件以外，学校还为学生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课外活动和课外活动的场地，比如说游泳池、排球场、健身中心。在课外活动中，学生们很容易相互成为朋友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校园，期待在这里见到你们。